第一代表大臂剪裁，就是人物剪裁、风向甲剪裁跑跑一场后，马上大家宣告今年一度大臂剪裁节将要登场了，并且由大臂兄弟托你所有小朋友带来热情的舞蹈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。当初的这个立场，咱要主要的产业不断来把它发扬光大，不断来让它会当在这个市场，诶，伊的销售量会得更加大。所以呢，咱几乎每一年吼，拢有办这个蒜菜节这个活动。捧出一道一道咸菜，就是料理。大埔乡公所嘛，将要伫咸菜节时阵邀请大家做伙来品尝。乡长谢平平表示，除了大埔乡民每一户有一张的龙冠活动单，只要龙冠成功，就会当领到一份的咸菜料理。另外，游客嘛会当到现场免费吃咸菜。是外县市或是外乡镇来的朋友哈，我们还是一样哈，我们还是另外有备有那个炒米粉哈，酸菜鸭、酸菜汤哈，一样可以请各位啊享用了哈，没有大家讲要不要啊，等起安尼吼。往年大埔的咸菜节拢是连续举办两间活动，不过今年公所特别扩大来进行。谢平平表示，第11月24、12月1号都精彩活动咯。第12月9号咸菜节正式登场。我们的组长放在12月9号的这样一个活动，那还是一样啊，我们欢迎各位啊好朋友哈，能够来啊大埔乡行行看看哈。啊，尤其今嘛哈，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啊稻米哈，稻谷也是金黄色的一片哈，啊，所以整个风光啊也是很好看哈。大埔乡所新鲜的咸菜品质都袂歹，而且只要发挥创意，就会当做出真济特色料理。公所嘛再次邀请大家来大埔看风景，品尝这酸甘甜的滋味。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。